小镇里有一个传闻，在深山里有一座古堡，住着一个可怕的吸血鬼。砍伐的樵夫曾经在古堡附近看到他。他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，就算逃跑，可怕的眼神依旧跟着他。在小镇里，经常看到他的出没。只要眼神一对上，全身就会颤抖不已。只要他经过的地方，野猫就会凭空消失。没有人知道吸血鬼究竟把他们带回古堡是要做什么呢？有一天，汤米与他的朋友在深山里玩耍。哎，等等，吸血鬼就住在那里。不会吧。